回旋踢这一波的话，这个连的非常的漂亮啊，而且属性啊，这个敏捷掐得很准，相当准啊，一点没有失误的。这个直接这个回旋踢配合上这单体攻击配合上回旋踢，那、啊、最后还有这只宠物的话怼在这个石化上了。虽然这个吃到属性优势，但这石化加的防御实在太高了，那、啊、没有打死这只宠物。哦哟，这一下撞到镜子上了，哇塞，我的天哪，这直接把自己给弹死了，哇塞，这么多次集火的话都熬过来了，那直接把自己把自己给弹死了。实际时代当中啊，这个镜子它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存在，这个镜子这个道具啊，它是可以反弹伤害，而且是百分百反弹伤害，那。由于有镜子存在，所以让大家的话，这个，释放技能的时候也得有所顾虑啊。万一我这技能甩在上面，对方有这个镜子咋办啊？来，咱们看看，哇塞，这会儿34个回合了。现在的情况来说的话，上方选手应该是没有劣势了，那把下方的这个宠物给击飞了。3v3啊，由于这个节奏啊确实有点慢呢、啊，打起来时间有点长。
实际时代的话，海舰在吗？舰在呀、啊。这个想玩的话，可以在公告里面加群呢、啊。这边的话是实习 SO， 完了以后的话，这个现在这比赛呢是第39届，已经举办过39届了。那、啊、现在这比赛呢是第39届的3v3战队争霸大赛的这个第一轮小组赛呢、啊。这个比赛的话分成了这个海选赛阶段和这个消赛阶段。那么现在的话已经是小组赛阶段了。第一轮小组赛比较特殊，只有这个前面海选赛当中获得这个入围门票的选手才能够参与。从第二轮小组赛开始，这个就不需要这个限制了，只要声望就能购买这个入围，这个初赛入围的这个门票啊。那么这个第二轮到第四轮的话，打起来就会非常的激烈啊。那么第一轮呢都是精英选手啊。那么这个比赛奖励是什么呢？奖励主要是前四强主要都是人民币奖励啊，这个第一名2588，第二名1588，第三名1028，第四名588。完了以后的话，还有这个前三名会获得金牌、银牌、铜牌的奖牌，同时还能获得宠物 buff 药以及这个游戏当中绝版勋章战无不胜勋章一枚啊。那么这个第四名的话可以获得这个绝版勋章，同时的话可以获得新年龙稀有高仿宠物一只啊。也就是今天这个比赛，如果这个最后获胜的选手，那么至少不管你后面的档情况打的排位赛打的如何，那么你至少已经杀入四强了。哦，这会儿的话是集火这个这名选手，这名选手被中电流了，然后的话这个宠物被这个击杀呢、嗯。双方打到现在啊，居然还在打这个拉锯战呢、啊！这个谁也没法找到对方的突破口啊，几乎就是一个僵局。完了以后的话，就是在拼小号，估计照这个架势的话，要打到最后弹尽粮绝呀、啊。
主播这边的话都犯困了，这个咱们就安安静静的这个看他们打吧。